如果加特林像 M416 一样能装六个配件，游戏会怎样呢？我们一起来想象一下吧。变化一，加特林可以开镜了。 M416 是能安装配件最多的枪械了，能安装全部的六个配件。如果加特林也能安装这么多配件，那首先就能安装瞄准镜了。能安装瞄准镜也就意味着能开镜射击了。加特林能开镜，那意义可不得了啊，射击会更加精准，命中率会更高，而且还能打得更远了。变化二，稳定性大大提升。 M416 能装的配件中有三个位置都是能增加枪械稳定性，减少后坐力的，它们就是枪口、握把和枪托。加特林如果能装它们，那稳定性必会大大提升，也会让命中率更高。变化三，弹容量大大增加。如果这么改，加特林也能装弹匣了。快过弹匣一安装，不仅换弹变得更快了，就连弹容量也最少要增加100发，火力输出会更加凶猛，容错率会更高。所以这么一改，加特林就要无敌了。小伙伴们，对此你们怎么看呢？我们下期见。